我们来看这第一大题，估算看看涂色图形的面积各是多少。好像这种题目呢，它一个小正方形面积边长二，所以这一整块面积呢，这一整块面积二，它的面积就是边长乘以边长，二乘以二等于四平方公分，所以这一块就是四平方公分。那我们来数看，铺设部分呢，有涂色部分呢，它是多少平方公分？可是我们也有看到有完整的，像这个就是二，四，可是这怎么算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估算。我们先来看完整的，完整的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有八个完整的。不完整的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好，有16个，我们就把它除以2，所以它大约16除以2等于8，所以它大约是8个完整的，我们就用估算的，用估算大概是多少，所以完整的有8个加。这个不完整的去估算的，好，八加16除以2等于8，好，那大概就是有16个完整的，好，一个完整的是四平方公分乘以16，好，四六二十四，写四进二，4 × 1 = 4，4+2 = 6，所以答64平方公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好，它像一小格，是五乘以五，好，五乘以五，所以一格是25平方公分。好，这个先确定了。再来，我们再来找完整的，一个、两个。哦，这里有缺角，这个缺角都不行。所以完整的有两个，好，不完整的呢？这个加，等下加不完整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，好，有14个。我们除以二，所以它大约有七个。二加14除以二，七，所以大概有九个，总共有九个完整的。然后一个是25平方公分乘以九，好，九五四十五，写五进四。九二十八，好，22，所以答225平方公分。好，再来看，算算看，下面各圆的面积各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哦，圆周长157平方公分。讲到圆周长，圆周长怎么算？之前教过了，是不是直径乘以3.14就等于157？所以呢，我们比如说多少乘以2等于3，等于6。这个多少是不是三？三怎么来？是不是六除以二？所以这个直径要怎么来？
157除以 3.14。等于，好，我们除在这边啊、哦、157除以 3.14， 小数点的除法，复习一下。来，这边小数点后面有两位，往小数点往右移两位，里面就要往右移两位，里面的小数点在这里就要往右移两位，补两个零。好，用多少？他现在三位，他三位不行，除以157不能除314嘛，所以我们用1570除以314。好，我们35用5看看，551得54 25 6 7 51，可以耶。54 20写零进二，515 5+2 7，53 15。好，就等于50，代表这就是直径。那意思现在就是要求直径是50的圆面积了。那直径是50，半径就是25咯。所以25半径乘以半径乘以 3.14 等于，好，我们来做。好，25乘以25，55 25，写5进2， 52得10 12， 25得10进1， 22得4， 4+1 5。好，526。好，625再去乘以什么？ 3.14。 好，4520写零进2， 42得8， 8+2 10进1， 4624 24+1 25。 好，这里526，因为它是一嘛，一乘以任何数就是任何数。好，再来3515进1，3266+1 7，3618。好，05 5+5 10，10+2 12进1，7+6 13，13+2。15 15，刚刚的进再进一就是16，再进一9，补一。好，那补上小数点1212，所以答案是1962.5，962.5，所以答1962.5平方公分，计算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一题跟这里一样，它也是圆周长。好，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。圆周长，圆周去除以 3.14 就是它的直径，188.4除以 3.14。 好，小数点往后移两位，那它的小数点在这里，我也要往后移两位，移两位就一位两位，所以这里就要补一个零。好，现在小数点在这里。好，314 188不可以，188不能除以314，那我就1884去除以314。好，用多少？6。好，6424，写4进2。61得6，6+2 8。63
18。好，0放下来，上面补0，所以它的直径就是60，60再除以2等于30。面积30×30×3.14，好，33得9，然后后面补2个0，乘以3.14，这里就很简单，40得0，40得0，49、36，然后这零零九。一样，30得0，30得0，39、27，0、0、6，12进1，8、2，好，小数点点两位，所以是2826，所以答2826平方公分。